哎，怎样？要怎么弄？先就就是这个先切割啊。哎、欸，切一半之后呢？然后切先切一次之后换这样切。哎、欸，然后呢？就是原本在上面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。然后把它横着切过、啊。哎、欸，然后呢？然后一样啊，就是重复这个步骤，然后再往上切。哎、欸，这样就可以变成是它刚刚左右两边四个小的柱子有没有？嗯、這個欸。然后切一次的话，就是中间那三个。快拿笔抄下来。懂意思吗？再给你五秒钟。应该懂。那我们就多拿一点来就好啦。哦、是要石头还是要鹅卵石？石头。要石头是不是？这边很多石头啊。你也很多吗？有啊，这边是很多石头。你要几个石头？越多越好啊。好啊，这里啊。先这样切，先这样切。先，它一定整个从上面先切下来。好，先这样切，然后再这样切，然后再把它横的，嘿，对，然后这，那个切一次的时候是那个中间的柱子，这样切吗？这样对吗？对，这样切是那个左右两边的柱子，然后再这样切，不用再切了，不用再切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粗的跟细的合在一起。哦，你们在干嘛？我们现在要干嘛？わかりました。你先排一次给我看你怎么合好不好？你不要全部切细的啦！哎、啊，你不是说全部切细的？不是全部切细的啊，这粗的啊，刚刚那个粗的有没有？哎、啊，你不是说你要钢蛋细的？没有在干嘛、啊？钢蛋细，你全部都切细的，它没办法合啦。然后嘞，然后再怎么切？快点啦！你知道吗？我先排给你看啊。奇怪啦，有人说放你细的先排左右两边啊。哎、欸，然后呢？上面。我来，对，这样就有了，这样就有了，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没看到啊？这是伴手礼，这样子啊？你全部切细的话，那就不够用了、啊。这样呢、啊？对啊。啊，我会了，好，是很简单的啦，没什么难度啦。拿那个锯子给我。车门应该破坏掉。阮即马是要创啥？咱即马就是要去食菜。吃菜，你有捌吃菜无？我知道要吃菜就是那个吃菜。所以一查个爱吃菜。就是大无乌龟。先让我做个那个句子好不好？好，你先做。我会了。哦，皮血有屁血？为什么皮血有屁血有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你想皮血有，现在变屁血有？皮血有。你不要在暗中骂我哦。皮血有。皮血有，你好皮哦。你有看那个吗？哪一个？那个电影。哪一个？皮血有皮。他名字张学友，你在里面骗谁？我爱黎明。我爱你们，然后就打、啊。然后就被打死。所以那小燕就常常跑去那个。我不是在讲影片吗？你是不是常常跑去别人演唱会说什么？没有，我才跑，我跑去。我爱 JJ， 然后你拿去打，是不是？会打。钱去。难怪每次都说哦，那什么我又黑青了，难怪就常常做这种事情。这个老皮那个细的也可以合回去哦，不要再当脑粉了好吗？我那要当脑粉。脑粉。我那要当脑粉。你就是脑粉。哎呦。对吧？像电线杆子上。好了，我做了你。你要几个啦？我没有啊，它细的可以合回去粗的啊，细的可以合回去粗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像这样子它就可以合回去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，我有很多，不要那，不用，我有很多，不用啦，我很多啦，木头，哦，不要拿，拿走，拿，天哪，你们在干嘛？好了啦，好快好了啦，我脚底板都长香菇了，哦、是长香菇，那有没有长菜？那有长菜吗？没有。可以。耶，你们好慢哦、喔。好慢哦、喔。没有耐性呢。你们好慢，快一点。没有耐性，你等一下啦。点点。哈哈哈哈哈怒枪点点。猪啊。啊？哎，哪猪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哎，哪猪？哎，哪猪？哎，哪猪来？好，我们现在就这样站着在那边停，然后看老皮什么时候要启动。好啦、啊，中了，那个可以让我们等一下很方便，就不用挖的那么辛苦了。对呀、啊，有人说好累个的相反，那、啊、到底是累个还是不累个啦？哦，啊，忘记做相反。好了啦，够了吧？这样几个，六七组够了吧？
六七组差不多了啦，差不多还什么差不多？人家说哇好多、哦，多太多了，这样我才比较觉得比较欣慰啊。来，再重新，其实那是我要的数量两倍、啊。来，重新，来重新，来再讲一次。哇，好多、哦！我只要四组就好呢。哎、欸，是不是这样讲就爽了？说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我做很多，因为怕你不够，是不是？这样子听的人就很开心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哄妹妹？啊、你就是不会哄妹妹，所以交不到女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慢慢学，跟着我学。总有一天就交女朋友了，好不好？但是要在我交交之前，你有女朋友吗？啊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我之前曾经有过，曾经拥有，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你有没有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拥有过？是不是？是啊，欸，我没有食物了，我去黑咖啡店干点食物来吃好了。你怎么不去麦当劳？麦当劳不在隔壁吗？麦当劳没有食物可以吃啊。有啊，有食物。然后你拿给我，拿给我，不要到时候你我拿你就说什么老偷拿食物。还我！阿兵都打啦，兄哦！快点啊！等你啊！在你后面啊！小皮有没有女朋友？等下你们现在又要问我就对了。你们现在又要问我就对了，有可能在你后面呢。左手是这个不可分离的女朋友，好吗？对不对？就算真的有了这个实体的女朋友，但是还是不能缺少这个左手这种女朋友，好吧？小皮，你今天丢三组炸弹给我好不好，他不会背叛你。好啦，走了啦，出发了啦。有什么帮我杀、啊？全部拿。丢三组炸弹给我。一，你要你就给他们一些啊，他们还可以帮你铺啊。为什么要铺栅栏？要盖，要那个挖矿啊，要挖矿啊。不用太大啦，我爆仓了。走了，出发。啊，挖矿。出发，食物有没有带啊？走了，出发了。等一下啦，往前走。我再踩一下、那個。可恶、啊，卡路里竟然没有照啊！那个我被小爱害过了，我知道害过了是不是。什么哪一个哪一个我害你什么？你的臭臭水。臭臭哦，对啊。走吧，出发。哎，你没有想要放在哪一个地方吗？比较没有挖过。离近一点的地方吧，不然到时候你就很容易被攻击。等我。可是这边的上面的，他挖得到吗？挖不到吧？就范围里面都挖得到。可以等我一下吗？能随便啊，能挖就好。等他一下啦。好了，走。啊，走。是啊，嫌麻烦的话，其实从这边就可以架了吧。等一下，我们稍微有点距离啊，这边盖一个安全的步道啊。咖啡他们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地狱啊，在地狱啊。哦，在地狱啊。门口那边等你啊。快进来，快点，快点进来。快等你啦，很久呢。快点进来啦，等你很久呢。快点啦、啊！超久的、哦，多久？你们脚底板也长菜了吗？长菜花，长菜又长花。哟，爆炸来了啦！石头中，中，哦，怎么射不到他、啊？中，哎、欸，好弱、哦，中。为什么人在自己讲自己弱啊？为什么射不到他、啊？走啦，出发，往哪边走比较安全呢？哪边比较没有开发过啊？哪边？前面嘛，那片应该还蛮多东西、啊。我为什么要来地狱呀、啊？在挖，你不是要说石英？你不是要石英？你自己讲说石英的，你在那边哦，痴呆了，好痴呆哦。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它丢下去啊？我们把它丢下去好不好？一开始失，我想。我们就不要再让他回现实，把他丢到地狱。我不是要去干装什么，跟我跑到地狱来。你自己说来挖石英的，你在那边。自己说材料要石英砖。你哦，做人不能这样啊！大家穷忙一场，然后就说你为什么要来这边呢、啊？你自己搞不清楚状况。对不起，气死了！我气死了！这是我提议的，这是你提议的，不是吗？我觉得我们还是把那个。挖矿机放高一点地方好了，放高一点地方吗？这边可以放吧？没有，就高度应该一两百左右吧，一两百个啊。那我们再往上一点吧，我们先盖个那个通道往上挖，这边有路，这边有路，这我之前挖过，这边做个路口吧，而且这边标示还蛮明确，帮忙挖一下吧，挖个大一点路口啦。白色是，好像是什么树啊？哎、欸，对，不能，这里要去哪里？你们去哪里？这里啦，这里，这边的路口啦。这边弄个告示牌啊，把它弄得比较明显一点，我怕到时候可能会忘记在哪边，比较麻烦。因为你们不是没有记忆点的功能吗？有是有啦，只是重开就没啦，不是？对啊，因为你是用那个。对啊，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放在这边啊。
有人说小 N 你怎么了？虚拟症，要不要插个火把？插一下。什么？为什么我叫小 M？ 因为就死萌 M 嘛。对啊，小 M 呆呆的啊，他痴呆痴呆的。因为他会把那个游戏的那个名称打成本名。哎、欸，不要再讲那个。哎、欸，我要讲什么东西？我们这边偶尔这，我这边有一批银杏，好便宜啊！有观众跟我这样讲，你应该要赶快吃了啦！我需要发现及早治疗啊，要勇于面对啊！我也觉得我应该最近应该吃一下银杏。为什么你挖的洞那么大、啊？你为什么要挖两个？这样不是很难往上吗？这边啊，有吗？有吗？这样 OK 吗？赶快挖掘大队啊！有人什么吴一燕是谁啊？没有啦，他的名字不是吴一燕啊，差那么多，而且不会有人取这个名字吧？吴一燕，嘿，难讲哦，难讲。吴一燕，你吴一燕多难念啊？不知道，不说难听，我觉得这个名字还不错听，只是说很难念啊。吴一燕是谁啊？不顺。吴一燕，呜哦，好像那个 C 帝国不是那个吗？呜哦，哦。僧侣在那个召唤人家，然后这造出来的时候，不是讲那个吗？呜哦，啊哦，你说《世纪帝国》就制造东西出来，不是会呜哦一下吗？嘿，西，这边有石英矿，先挖一下吧。我等，已经112层哎，你还在往上挖？继续啊，你要挖到顶就对了。有人说老皮大老二又升级，对啊，大老二一直在升级啊。顶哦，顶应该也是256吧。256，对啊，到256啊，走啊！有的时候都那么高吗？我觉得你要把那个，你后面要外面再盖个通道，这样我们才知道说你东西放哪里。可是我觉得这么高，会有吗？我怕说都是这个泥土啊。对啊，上面都是泥土啦。那还是不要好啊。其实没关系啊，继续挖去，因为我刚才挖石英砖，你继续往上挖，继续往上挖。我去外面铺路哦，我去外面铺路。不然小燕跟我来铺路好了啦、嗯，然后这边就给卡路鲁跟那个海猫挖。要用哪个铺？要修？用你刚才不是有现有就地取材？还挖到顶，挖到顶，挖到顶啊！就这一层就好了。取材后，好，交给你。然后挖一个64×64的洞，也太大了吧！加油！啊，这边，嗯哼，铺一下，这里。然后我们就是盖一个道路，然后可以直接通到我们家，就是这个走道没。加煞走廊，你听过吗？通到我们家。对啊，加煞走廊，你听过吗？你说那刚刚那个门呢、喔？我说加煞走廊啊，完全不接你话题。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加煞走廊吗？那是什么东西？算了，是像丝路那个吗？就是差不多啦，在那个土耳其那附近啊。加煞走廊，你是没听过加煞走廊啊、喔欸？我真的没听过，有一个超大的阴影。你真的没听过有那么超大阴影椅？这跟我家走廊有什么关系？完全没什么关系啊！这里吧，防护一下，哎呦，干嘛？身体欠安哦。我只是鼻子痒而已。不会是鼻子痒啊？可是被他们讲到说好像得绝症一样。每次打喷嚏，他们都说老皮已经剩3个月的寿命，我说太夸张了吧？要这样吗？一定要把我讲到就是说好像快得绝症快死掉那种感觉吗？我要怎么盖？照我这样盖，请你跟我一起盖。大家安安啊！乞丐用完了，一起乞丐。哎、欸，卡鲁鲁，你那边地轴是多少啊？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啦。走，美观吼，就美观吼。坐标吗？你现在在143负143上面嘛、嗯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在145？哦，到143了。可以改化什么？64，你挖到后面那个正64。那一直接过去吗？好，接过去啊，我们加回家，让、欸、直接走回家就好了、啊。是我们刚刚从哪边来的？我们是从那边来的啊。我们在往旁边挖过去。超级大陆，大陆，超级大陆，风雨云牵。那是大陆寻奇，好不好？差那么多。然后再往那个 X 走，再往那个正的方向走过去。那个吗？左边？哎、欸，是左边吗？前面、啊。前
前面。直角，谢谢。看看喏。我直角没路啦。直角往上挖啊。所以现在要挖吗？